这部套曲呢有非常重要的意义，它是德奥艺术歌曲史上的第一部声乐套曲，而且是连续性的。在贝多芬当中经历过这么多磨难，包括耳疾也好啊，然后生活上也好，包括情感上，就比如说这个安迪天那个离婚是也很爱的，他一辈子都没有找到他心目中的那个人。嗯，所以在晚期呢，他对生活的理解还有作品的成熟都是一个质的飞跃。我们来讲和是远方的爱人比较靠近的歌，就想说 Opus 109可能会是一个更好的选择。除此之外呢，我在想，因为我们身在维也纳，在庆祝贝多芬的同时，我们还有另外一位作曲家朋友，比如说舒伯特，地地道道的维也纳，他是贝多芬的追随者。我们再选几首舒伯特的作品。